气好好哦。看到，欢迎回来，你知道说，我是露奈，我是李勇，我是巧克力。哦，听说我们今天要拍比较 free 的内容，我们又来出外景。好赞啊！出来玩，出来玩。就是我们其实自己私下常常喊说，我们很久没有吃烧肉。对，好想吃肉。然后今天企划就跟我讲说，啊，不然就让我们自己去拍一次吃烧肉的壁咚。哦耶！不要付钱吗？不要付钱。这附近好像是我们就是常常买游戏片的那个店，它在这边，在旁边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吃完烧肉的时候，也可以去买个游戏。好哎，看这个新出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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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司出耶。你们知道你们还会玩游戏吗？什么游戏？就你们要轮流抽信用卡，然后输的要付钱额啊。公司的信用卡吗？公司给三张。我们自己的没有吧？我没有卡，我没带卡。哦，对，他超扯，他都出门都不带。我平常不带信用卡的。谨慎理财，信用至上。